后安排的戏演得真的好了。梗系啦，圣母皇太后亲自点嘅戏，梗系好噶。系啊，我个黄春泉、张松叔宝演得真系入木三分啊！嗬，陆福晋，系太后，你中意睇戏嘛？回禀太后，我都好喜欢睇戏噶。好，咁第日宫中有戏做嘅时候，我一定叫埋你。谢太后。小安子，在。啲点心预备好未啊？早就准备好啦。好。而家嚟晚宴嘅时间仲有好长，不如我哋大家用啲点心。谢太后。陆福晋，咩事啊？太后，我哋好耐都冇坐埋一齐啦。今晚我想同你倾下偈。系太后。爷最近真系好忙，宫中有好多事都要揾佢商量，佢一定系好冷落你噶啦。回禀太后，六爷并冇冷落到我。你千祈唔好怪佢，有咩嘅我代佢向你赔罪。婉玲不敢，六爷为咗国家大事系应该咁做嘅。嗰啲酸姜同埋蜜饯系福建送嚟，你试下。谢太后。陆福晋中意食酸嘢嘅咩？系。如果我冇估错，你一定系有咗气。太后点解会知道嘅？有乜嘢系可以瞒得过我？系几耐嘅事？回太后，大概系三个月左右。咁六爷佢知道未？初初六爷系唔知道嘅。但六爷佢好细心，见到我做嘅衫仔，所以佢就知道。六爷佢一定好开心噶啦，佢好紧张啊！知道咗之后，咩都唔准我做，净系要我多啲休息。照咁睇，六爷真系好关心你。六爷系咪一直以嚟都系对你咁好噶？自从由影视到大婚以后，六爷一直对我都好好。你真系幸福，有一个咁体贴入微嘅好丈夫。以六爷嘅聪明能干、英俊潇洒，一定有唔少女仔钟情于佢噶啦。唔知佢以前有冇心上人呢？陆福晋，你唔使为难啦。六爷佢对你咁忠心。我不过系随便问下啫，太后问下亦无妨。你真系幸福，六爷、六福晋佢都唔错啊。婉玲，你的确系唔错，不过近日国事繁忙，神都冷落咗佢。六爷，你真系有福气。太后过奖。好了好了，我哋倾埋啲正事，咁你咪早啲可以翻去见佢咯。六爷，李公子咁多年嚟一直都喺度帮我同埋六爷你，特别喺紧急嘅关头，佢每次都能够出奇制胜，佢的确系一位人才。李公子的确系功不可没。你知道太后的意思，想封佢系咩职位？六爷，你嘅意思又点呢？李公子佢博学多才，善于交际，同啲洋人关系咁好，依神嘅愚见，最好派佢做公事。公事都几好，不过有个职位更加适合佢。你知道太后嘅意思系指咩职位？户部大臣。户部大臣，你唔记得咗李公子最中意揾钱嘅咩？呢个肥缺最啱佢噶啦。
太后，依佢嘅才华，最好都系派佢做公使就最适合。李公子一向都唔中意做官，如果佢所做嘅嘢对佢系冇利益嘅话，佢未必肯应承。况且户部大臣又唔使漂洋过海，万一有起咩事上嚟，我可以随时叫佢嚟见啦。你有冇心上人啊？大家既然是夫妻咯，有咩说话唔可以讲啊？就算你话俾我听系有，我都唔会摆喺心度噶。系，我都攰，仲有我都有啲肚饿。我煲咗燕窝汤。我出去拿给你饮，你个人去拿咪得咯。咁好，我要亲自拿给你食，你休息下。嗯，尊为本部总兵，偏入六营，黑入上任，阴此阴哉！谢主隆恩，接旨。刘总兵，奴才回公复明啦。谢公公，请。
统领本部编入录影。我天兴啊，呢一次我终于得偿所愿。阿川兴，睇嚟你都唔好高兴得咁快。统领本部即系你原本水火会嘅人，咁即系讲太后对你仲系有戒心。水火会嘅人我已经统领惯咗啦，呢一次编入录影成为正式嘅编别，唔通仲有假咩？我劝你都仲系小心啲好。骆天兴，我知你为我好，但皇上落旨叫我黑日上任，咁即系信任我，我睇会冇事嘅。阿春兴，万事都仲系谨慎小心啲好。多谢你骆天兴，时候都唔早，我要告辞，第日再拜访你。叩见皇上、母后皇太后、圣母皇太后。起身啦！多谢皇上太后。高丽公事问皇上登基，特送嚟百年人参一百枝，极品鹿茸200对，以作庆贺。高丽阁久无进贡，点解又会特意前嚟庆贺啊？启禀皇上太后，高丽原底就系中国嘅属国，曾经册封过。因为近年来扶松国对边界侵犯，所以未人年年进贡，希望皇上太后见谅。既然你哋都仲记得高丽是中国的属国，我哋亦都会履行宗主的义务。至于扶松国侵略你哋，我哋是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多谢皇太后。另外，安南公使送嚟翡翠绿玉珠100颗，上好珍珠500颗。安南公使，乜你哋又俾邻国侵略咩？安南服属中国经已时近100年，册封贡献，尽小事大之礼，保天下皆知，所以臣今日特来进贡。好，你哋都算识得大体。皇上登基，皇太后辅政，我哋点能够姗姗嚟迟呢？还望皇上、圣母皇太后不计前嫌，宽宏大量。咁就要睇下你哋嘅态度系点啦。臣知道。小安子，奴才在。就请两位公事去偏殿赴酒宴啦。系，多谢皇上、皇太后。两位大人，请跟我嚟。姐姐啊，真系估唔到皇上一登基，太后垂帘，附属嘅小国都前嚟朝贡，真系值得庆贺啊！但愿长此落去，咁我就放心啦。姐姐啊，不如我哋听日去圆游庆贺一番啦。
启禀皇太后，内务府派人送咗封信嚟俾你。你同我睇过，话俾我知。系。禀太后，封信系内务府一个人写嚟嘅，佢话曾经有恩于太后你。我？上面仲写住话同太后当初喺北京四合院已经认识嘅，佢话佢帮过你一次好大嘅忙。四合院？佢叫咩名？佢叫吴冕，系当时一个登记官嚟嘅，专同嗰啲适龄小姐登记参选做秀女嘅咧。小安子，奴才在。佢而家系几多品官？我睇佢地位都好卑微嘅啫，上面冇写到官阶。好，你同我攞啲银两打赏俾佢。奴才知道。吴大人，你真系好嘢，真系有恩于国母。当时如果唔系你网开一面，太后又点当选为秀女啊？吴大人，你既然有恩于国母，我睇以后高升咗，唔好忘记我哋呢班手足啊！当然当然，系啦。皇太后既然送得五百两俾你，当然认为你系恩人啦。如果系皇太后嘅恩人，点止五百两咁简单啊？系咯，不如你求翻个高官做下仲好噃。系噃，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啊！我呢度求翻个高官做下至得。系啊，系啊。好，就成两位嘅贵言。禀太后，嗰、那个吴冕已经嚟过好几次，佢话有恩于太后，请太后赏赐个官俾佢，所以卑职嚟请示太后。吴大人，请恕卑职打扰之罪，卑职告退。吴大人。卑职在。既然嗰人无理咁骚扰你，你同我打发佢走啦。卑职遵旨。葉大人，請坐。係咧，葉大人，係咪有好消息啊？冇錯。啊，咁啊真係謝天謝地啦！西太后唔止升你官，而且仲賜你酒添。多謝聖母西太后。葉大人。太后吉祥，平身。谢太后，回禀太后，那个吴冕卑职已经将佢打发走咗啦，以后唔会有人嚟骚扰太后。嗯，做得好，你贵安。系，微臣有咩事不妨直讲。系，回太后，卑职想去军机处学习，唔知太后可唔可以俾个机会卑职呢？军机处系好，等我同议政王商量过之后再作决定。谢太后，卑职告退。太后，那个吴冕啊，真系抵死嘅，
昔主上于微时是最罩忌的嘛，嗬？小王子，在。咩叫昔主上于微时啊？啊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抵打，奴才抵打。算啦。起身。谢太后。昔主上于微时。你都是咋，如果不是念你忠心，我连你都杀埋。谢太后，我看你和你阿哥都没有好收场的。之女，为什么要刺杀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杀我爹？叔叔他大逆不道，竟然妄想居在皇上和太后之上，死有余辜。这些只不过是你欲加之罪。我爹和你争权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罪不至死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叔叔他尊王不武，我只不过是替天行道，况且这些是皇上的旨意。哼，好一个替天行道，皇上旨意，根本就是我爹反对你垂帘，你一向视他为眼中钉，所以你杀了他，假公济私，犬角。身为逆贼之女，竟然敢辱骂本太后，你该当何罪啊？哼，我怎知要辱骂你那么简单，我仲要同你搏过，同我嗌佢出去。系，六爷，
其实目前有好多事需要筹划，但系冇人喺我身边同我商量。不如以后六爷你多啲入宫嚟见我。太后可以揾多几个人辅助。臣考虑过，而家除咗文长归良喺军机处处理政务之外，曹旭英同埋朱学勤佢哋都可以胜任，因为佢哋做事好有分寸。不过净系你哋五个都系唔够噶，而且宿舍嘅空缺都需要人补上噶。咁未知太后嘅意思点？就由税上补宿舍嘅遗缺啦。咁税上公布上书咧？由左都御史补啊。至于左都御史嘅空缺，就由六爷你推荐。如果由我推荐嘅话，我就选麟晖。好。推荐得好。而家军机处仲缺人，臣意思想话揾六部项尚书沈少林，叔信随湖到热河承德，京城嘅财政由佢一个人负担，佢出咗唔少力。再加上佢喺京中联络臣民，主张垂帘，功不可没。呢种人忠心耿耿，系应该调佢哋去军机处嘅。咁一切就照六爷你嘅意思去办啦。臣遵旨。仲有荣禄呢？佢今次立下大功，理应加官噶。荣禄佢一向统领御林军，唔系几适宜喺军机处。依臣嘅愚见，不如封察佢为建威将军。建威将军。咁都好。你立下咁大嘅功劳，连军机处都入唔到，净系册封你为建威将军啫咩？呢啲都系摄政王一个人嘅意思。但西太后冇理由净系听佢一个人说话噶。唉，有乜办法呢？而家太后信晒佢一个人。唔得，民间盛传佢两个人友情，我睇空穴来风未必无因。咁先至麻烦，我睇将来都好难一展我嘅抱负。大人，你才智过人。我看将来一定会有个机会在你面前的。燕公是巴夏礼大人送来雕花花瓶一对，玻璃茶具一套。法公是封大业大人送来1812年酿制的白兰地酒一箱。法公是大人，1812年酿制岂不是距离现在已经有成50年？尊敬王太后，王太后冇讲错，呢酒真系有50年嘅历史啊！好，日公是左佐木大人送嚟天王御用宝刀一对，朱砂红顶白鹤一箱。哦，白鹤？尊敬嘅王太后，红顶白鹤系我哋大日本嘅奇珍，特登送俾王太后赏玩。各位公使大人，实在好多谢你哋。尊敬嘅皇太后，呢啲只不过我哋少少心意，如果你收咗，我哋实在好感激。皇太后，英国都有女王，所以皇太后虽年都会受人尊敬噶。尊敬嘅皇太后，今后相信同我哋外国人友好来往，增加贸易嘅。呢个当然啦，请各位公使大人放心。我哋擁護皇太后執政，向尊敬嘅皇太后執政之下，你哋大清大國一定文明、開放同埋進步。大局已經穩定，安撫我哋都已經完成。不過我睇洋務方面，似乎仲係缺少一啲嘢啊。係，呢層我都考慮過，洋人嗰方面真係唔可以忽視嘅。睇而家嘅情形。
淨係外國公事嚟我國，我哋都應該派翻啲公事去外國先至啱。咁喺外交方面先至均勻統一，唔會俾洋人睇笑。王爺咧嘅提議非常之好，我贊成。嗱，為咗要招賢納士咧，其實我哋應該喺各地開辦學堂，培養人才，等佢哋為國家效力至啱嘅。啱。貴大人，呢件事就由你去辦理啦。卑職知道，我即刻去籌劃。你放心，同啲洋人打交道，首先要了解洋人喺軍政方面嘅動向。我有一個想法，想派啲人去外洋留學啫。好啊，你呢個想法非常之好啊，值得去做喎。去留學，首先學啲咩嘢咧？首先我哋要學嘅就係佢哋嘅軍事。嗱，啲洋人侵略我哋，就恃住佢哋軍事同埋武器優勝過我哋。我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就必須取長補短。嗱，軍事嗰方面固然唔可以忽略啦，但係商務都好重要嘅噃。我哋應該要派人去學習先啱嘅。啱，你講得非常之啱。我哋除咗學軍事之外，仲要學商。學商就可以知道洋人喺財政方面嘅策略，藉此搞我哋嘅商務，同洋人做生意，有利而無害啊。咁我睇留學呢件事就交俾我去做啦。嗯，係啦，王爺。闻说山东嗰边捻军来势汹汹，唔知真格林森将军嘅近况系点呢？真格林森将军佢有勇无谋，而啲捻军就奸诈，我真系替佢担心。将军嘅性情咁鲁莽，我都担心佢会意气用事。想唔到捻匪来势汹汹。烧我粮草，夺我后路。而家我两翼士兵突围，你知是否如愿？请将军放心，我相信佢哋一定会突围而出嘅。得，情况点样？启禀将军，敌军将我哋团团包围，我方突围不出，死伤无数，其他将士仍在死战。再探，系将军，睇嚟再咁落去唔系办法。你嘅意思，不如派人突围回京，告急求援。告急求援，为今之计，只有系咁啦。想唔到我曾家林森，纵横沙场十几年，打过无数次胜仗，立过汗马功劳。今日竟然败喺捻匪手中，事不宜迟，请马上决定。好，你马上突围回京，我派人掩护你。系，记住，任重道远，望你不负众望。将军放心，卑职一定会尽快赶回，请将军小心保重。你去咗之后。我坚守营池，待援兵一到，再与捻匪决一死战，速速前去。扎，咩事？多得罪，回路。王爷，回路，你身为建威将军，刀捅御林，居然俾阿布呢种人喺宫里头横行。启禀王爷，阿布已经被卑职收为己用。请王爷听卑职讲，阿布武艺高强，为人骁勇，当初效命肃顺，只不过系各为其主啫。请王爷网开一面。
其次，当今正系用人之际，王爷如果唔杀佢，大义嚟感动阿布，佢一定会为王爷效忠。再讲，王爷可以借此机会令人心归向，到时天下能人异士一定会嚟投效王爷。明禄，你不过系良将之才，讲得都几有道理。多谢王爷夸奖。你听日就叫阿布嚟见我。系。啊，王爷，曾格林森将军派人回京救急请援。马上一齐同我禀告太后。小安子，奴才在。传我口谕，叫上书房同埋南书房嘅翰林，吩咐佢哋喺历代帝王言行同埋史前垂帘听政嘅事迹里面，选择一啲可以供司法嘅，叫佢哋同我全部摘录落嚟，然后加上简单嘅注解。系，奴才先去内阁吩咐啲大学士将佢哋编成书本，再交俾议政王同埋军机大臣复看过之后，先至再攞嚟俾太后你查阅，好嘛？嗯，你去办啦。奴才即刻去。议政王爷，荣禄将军到。太后吉祥。平身。启禀太后，曾格林森将军山东告急求援，请太后立即下旨派兵救援。山东的抢匪真系咁猖狂？系，荣禄将军啱啱接到曾格林森将军山东告急公文。太后，曾格林森将军一向忠心耿耿，望太后。六爷你放心，荣禄。你手下咪有一个高手叫阿布嘅？系。你叫佢听日带一千人马前去山东救急，大罪立功。臣遵旨。明禄，阿布准备几时起程？阿布明日凌晨准时出发。你同阿布讲。叫他不用那么急，等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才出发都未迟。还有，你叫他一切要小心，以防中了抢匪的埋伏。品太后，救兵如救火啊。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吧。是，微臣会叫阿布慢慢行。冇错，行得越慢越好。系，因为曾格林森将军都系识煮上烟味。